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大综艺，我是张淑玉。节目首先一块来认识一下二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戴斌。欢迎戴院长。大家好，我是赵玉平。欢迎赵老师。哇，旅行即将开始了。咱们都说旅行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在这套旅行线路之上又会有哪些奇妙的经历呢？来吧，赶快出发。渔船、渔村、渔俗，在这里每个渔字都是一本书。本次正大综艺推荐的乡村旅行线路围绕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展开。渔港古镇，聆听渔光往事，街头巷尾寻觅一桶永邦味儿，特别好吃啊。盏盏渔灯又蕴藏着哪些大海的奥秘？在这条乡村旅行线路上，本地人都会推荐我们去做什么呢？一定要来，一定要来石浦渔港古城哦！一定要吃米馒头，一定要吃海鲜面，我一定要吃这个米面哦！一定要来看鱼灯舞。大家好，我是正大综艺旅行探访员赛楠，我现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人家住在朝烟里，万里涛声到枕边，指的就是这座渔港小镇。那它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呢？跟我一起出发吧。咱们今天的这趟乡村旅行线路啊，是围绕着象山县的石浦镇展开的。大家透过短片已经感受到了，这里是一个被大海环抱、古色古香、历史很悠久的小镇。在正式开启我们的旅行线路之前，二位跟我们讲讲这里哪里值得打卡呢？它这个城的建制是很有意思的，把海港、然后城和山、海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了，相互融合、相互包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的。我觉得要讲旅行体验，那肯定离不开当地的特色美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没来之前呢，我们对宁波美食的印象建立在两道菜的基础上，一个呢是雪菜大黄鱼，一个是荷叶粉蒸肉。来了之后吃了一道海瓜子儿，结果发现海瓜子儿不是瓜子儿，上了一盘蛋菜，结果发现蛋菜居然不是菜，都是贝壳。在吃的时候发现果然配得起那个名气，真的很好吃。是的，来到这儿重新解锁了对于鲜这个字的理解。来吧，看来我们的这趟旅行线路二位已经充满期待了，我们赶快跟随着赛楠一起出发吧。小的老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而我身后就是它的拍摄地象山石浦渔港古城。它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紧挨着渔港建起来的小镇，可以说是半边渔港半边城。渔文化呀，早已经深深地融入在这一砖一瓦当中了。老城渔火远，一步100年。石浦镇是中国最早海洋渔业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先民在这里渔猎生息，唐宋时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渔商重部。它也是东南沿海的海防重镇，根据史书记载，戚继光的队伍也曾在这里抵御倭寇。好嘞。石浦渔港古城呢，是一个景区和居民区共存的老城。来到这儿，游览方式有两种，一是你看我手上的门票，这个1到10是专门为游客设置的场馆，介绍古城故事，大家可以去盖章留念。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像我一样边走边逛，慢慢感受古城的渔文化。
来到石浦渔港古城，打卡完十个设置的场馆，就能基本了解这座古镇与大海的故事。走进二号庚海木鱼馆，我们能见识到靠海吃海的石浦人创造的多样的捕捞方式。在这里抓跳跳鱼要骑木海马，老一辈渔民曾经一人一船翻增捕鱼，他们还根据潮水和时令掌握了钓望潮的高超技艺。踏进港城沧桑馆，我们还能看到明代抗倭的战船模型，聆听石浦人跟随戚家军抗击外敌的故事。同时，石浦渔港古镇还保留了四条完整的古街，漫步其中就能感受到浓厚的渔文化。晚航铺，当地人告诉我呀，就这条街道在古时候是特别繁茂的商业街，因为每一个铺子都是卖碗的，所以这条街就叫晚航街。随着岁月的变迁，卖碗的商行逐渐留在历史长河中，当年繁华的贸易条街早已换了一副景象。如今的晚航街已经变成了当地渔民的生活街区，渔家氛围浓郁，记录着人们日复一日的流转时光。走进古城里，最大的印象就是放眼望去，处处都是渔元素、渔文化。哎，你看，在渔港的古城，连花盆都是由海螺做的。这是真花吧？对，这里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主要嘛，就是人们就是吃海鲜的啊。然后呢，螺壳给利用了，然后就把它们当成花盆，给上面种上植被。在内陆长大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海螺，而这些海螺居然还能用来种花。当地的小朋友告诉我，老一辈的石浦人常常能捡到这样的大海螺，他们将海螺洗净再利用，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样的传统。所以来这儿不仅能吃海鲜，这么大的海螺还能带回去当花盆。除了街边的海螺花装饰，作为一座渔港小镇，石浦镇街边的小吃也来自大海的怀抱。在渔港里四处可见的就是海鲜了，而且迎着风而来，还会有一股大海的味道。不同的时节来看到的海鲜也是不一样的。开春的时候来这儿，还会有鱼响和风鳗。在象山石浦，连小小的海草都是夏日的甜品。你好，这是在排什么小吃啊？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饮品，煎草冻。冻是夏日喝的那种甜品之类的吗？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当地用海里面的草和山里头那个草做的，用海草做的甜品。是的。那不会有一种大海的味道，咸咸的吗？没有，它是很清凉的一个味道。很清凉的。对啊，那就属于川渝地区，比如说热了就会吃冰粉儿，在当地如果热了就喝这个鲜草冻。是的。这里的鲜草冻是当地人从海中礁石上采摘的一种海草雪花草做成的。晒干的雪花草要经过高温水煮，形成浓稠的汤汁，冷却以后就成了我们吃到的鲜草冻。最后加入糖卤和薄荷来增加甜味儿，一杯地道的石浦甜品鲜草冻就完成了。我这一杯就是山海汇聚的本地清凉解暑鲜草冻了。嗯，好吃啊！闻起来不是甜的，也不是咸的，是薄荷味的。嗯，味道好不好啊？好凉呀，味道好。那好吃不好吃啊？好吃。就是你如果闻起来的话，第一口有点像薄荷糖，但是呢喝起来，因为它是冰冰凉凉的，就像夏日一杯冰饮里面放了很多的清爽的薄荷叶一样，满嘴下去就很解暑。嗯，好吃。方言怎么说呀？好吃。好吃。嗯，特别好吃。所以啊，大家如果来到渔港古城玩的话，炎炎夏日正当头，一杯鲜草冻绝对能清凉一下。干杯。
石浦渔港古城依山靠港，最早就是为了抵御倭寇而建，明清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海防重镇。如今来到这里，还能看到600多年前保留下来的抗倭遗迹，从古城墙到整体居高控港的走势，都透露着当年石浦人为了抗倭而设计的精心布局。走在蜿蜒曲折的老巷子里面，我有一个小发现想考考大家。每走上几十米就要穿过一道门洞，这些门洞上面的墙都砌得很高，这是为什么呢？还真是城在岗上，山在城中。这道问题，高的桥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能在海边嘛，来自于海上的，不管是军事啊，还是海盗啊，可能为了防御的功能，防御作用为主。赵老师呢？肯定是张要塞用来防御的啊，军事功能。那有答案了，咱们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说的。这道门就叫做烽火墙，在街巷交界处就会有它的身影。过去是有门可以开关的，几百年过去，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门洞了。这里作为戚继光的海防阵地，烽火墙就是当时为了防火、防外敌侵扰专门设置的。这里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密度又高，一旦遇到倭寇入侵，烽火墙就可以防止火攻，阻挡火势的蔓延。你答对了吗？算是答对了，其实叫做烽火墙，防火防盗。我知道啊，这个小渔港最早呢叫做荔港，荔枝的荔，好像相传呢是在秦汉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渔猎了。那赵老师为什么会在此地形成这样的古城呢？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地方，它的特点，东南面海，西北靠山，有港有湾，它既是一个渔港，它也是海防要塞，是贸易的咽喉。所以呢，从这个秦汉年间开始，这块就有大量的贸易活动。然后呢，为了保护当地的安全，所以历朝历代都在这块呢要进行一些相关的防御设施和防御活动。那么到了明代呢，这种防御措施就升级了。公元1387年，在这地方就专门建设了一个海防的要塞。到现在已经600多年了。洪武20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安排人力物力，并且专门下文件，依山对海，因山就势，铸造一个城市，并且把整个山纳入城市的防御体系当中，叫做城中有山，城又连着港，这样呢，进可攻，退可守。来吧，咱们继续在古城里面逛一逛，看看还能感受到什么样的渔文化呢？与海为伴的石浦人，千百年来过的就是渔家生活。这些从生活当中生发出的艺术形式和捕鱼密不可分。在这儿随便走进一个小铺子，你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艺术气息。这都是什么鱼的鱼骨呀？奶奶，特别少个鱼大族，什么鱼都有。什么特别什么鱼大族？可别小看这些咱们平常吃鱼扔掉的骨头，在石浦匠人的手里，竟然能变成精美的画作。是不是特别的精细精美？这儿呢是小的一幅画，你看到的骨
文化。靠海为生的象山石铺人早已把大海带来的馈赠当作信仰，鱼成为当地渔家儿女的标识和图腾，深深刻在他们的血脉中。小镇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当地人对鱼的崇敬，对海的向往。除了鱼骨化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看我头上戴的是什么？这个呀，跟刚才咱们看的悬挂的、跟手里挥舞的一样，都是当地特色的鱼灯。但如果你以为鱼灯只有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姐姐们，快亮个相，亮个相！我的这个好像是个金枪鱼，如果正面没有办法欣赏它帅气的姿态，你这么看是吧？我的好看吗，姐姐们？好看。看，有的是，这个是螃蟹，鲨鱼。您这是什么鱼啊？板鱼。石板鱼。这个是鳗鱼。鳗鱼。这个皮皮虾。我看还有什么当地特。姐姐您这是个什么呢？大菜。咱们还有个棒姐妹，快来。你看这两个棒不棒？一个海虹，一个棒。不论是街头巷尾悬挂的，还是鱼嫂头上戴的，这些鱼灯造型的原型就是当地渔民在石浦渔港见过或者打捞过的鱼虾蟹。可以说这里的鱼灯就来源于本地人的生活。姐姐您这个是什么呀？我应该是马鲛鱼。马鲛鱼，我好想试一下它的手感呀。哦，它是软的。这个是自己做的吗？这是我们这里的本地的民间艺人，他们很厉害的，只要海上能捕上来什么鱼，他都会做。这些带有食谱味道的鱼灯都是由本地的鱼灯匠人精心制作的，从画图纸、造骨架，再到糊布上色，每一个精细的步骤都蕴藏着对大海的热爱和敬畏。石浦鱼灯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宁波市第二批非遗名录。如今来到象山县石浦镇，不仅能看鱼灯，还有精巧便携的小鱼灯可以买回家留作纪念。那为什么别的地方的鱼灯基本都是一个支撑，然后放在手里挥一挥，摇一摇，舞一舞，然后有的呢就是当装饰挂起来了，咱们这儿就是要戴在头上呀。因为我们是海边渔家姑娘，是靠打鱼为生的，鱼就是我们天，就是我们地，我们渔家儿女就是靠鱼吃饭的，就顶在头上。有鱼就有一切，就是这个意思。有鱼就有一切，有鱼灯就有现在快乐的生活。对，年年年有鱼嘛。每年我们一般好的节日都有把鱼灯亮出去晒一晒，表佑我们鱼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对于每个石浦人来说，鱼灯是风调雨顺、年年有余的象征。当地出海的船上一定都会摆一只鱼灯，预示着丰收的好彩头。我们要是石浦十四夜来，就能看到盏盏鱼灯点亮整个小镇。当地鱼嫂们会盛装打扮，把鱼灯顶在头上，托起他们的希望，祈求如意顺遂。这就是当地特别热闹喜庆的鱼灯舞了，大家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带着好看的鱼灯。如果大家来到了当地，有幸遇到了石灯舞，一定要参与其中，太好玩了。在象山县石浦镇，当地人对于大海的敬畏以及对鱼文化的崇敬达到极致。这里有很多节日都和鱼字相关，你要是农历五月十三来，就能赶上一年一度的鱼文化节，可以体验到几千人的渔民宴。要是选择九月份来过开阳节，能看到万艘渔船齐发的盛景。如果你来到这儿，但却没有赶上上面这些节日，也没有关系。这个小镇里独特的鱼文化以及沉淀的历史底蕴，还是能让你十分惊喜。今天看了美丽的鱼灯，还学会了鱼灯舞。那我有个问题要考考大家了，这么好看的节目，当地人说会在石浦十四夜的时候演出，也就是元宵节，为什么当地人的元宵节不过十五过十四呢？哎呦，真的是太热闹了，第一次见这么复杂。
啊，形式多样的鱼灯，最关键的是还可以顶在头上跳鱼灯舞。刚刚边看短片，我们三位就在演播室里面选属于自己的、自己心仪的那个鱼灯，感觉没过节像过节一样的热闹。这道题呀、跟节日有关，为什么当地朋友过元宵节选在正月十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月十五这一天呢？那我想，那是不是他们有要舞那个鱼灯啊？如果到了正月十五、十六的时候，月亮特别圆，那个灯就看不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晚上十四的话，这个月亮稍微暗一暗，灯会更闪耀。夏老师呢？我觉得特殊的风俗一定有一些，自然呀、地理或人文的原因。比如说十五的晚上月亮比较圆，潮水肯定就会比较大，是不是跟这个潮汐啊，跟这潮水有关系？来吧，那咱们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说的。答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问问招潮蟹姐姐吧。姐姐，为什么咱们当地的元宵节不过十五过十四呀？因为十四那天是戚将军出去打仗的，打了胜仗回来，我们为了庆祝那个戚将军胜利归来，我们提早一天过，不过十五过十四。十四夜那天我们师傅很热闹很热闹，每年有很多的外地游客到我们师傅来开那个我们的十四夜。所以当地的元宵节不过十五过十四，是因为戚家军抗倭成功打了胜仗，对，提前过，喜上加喜。象山石浦镇的元宵节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做石浦十四夜，这是因为不过正月十五过十四。石浦镇自古就是一座海防重镇，根据史书记载，戚继光的队伍也曾在这里抵御倭寇。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元宵节的前一天，倭寇突然进犯石浦，戚家军以最快速度上阵杀敌，终获大胜。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从明清时期开始，当地人就有了欢庆十四夜的传统。咱们猜的这个答案啊，正确程度稍有出入，不过你看，其实前面赵老师也讲了，还依旧是跟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有关系，一直流传到了现在，当地朋友依然呢会选择在正月十四这一天过当地的元宵节。你看进到这个古城之中感觉特别热闹，而且大家相信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今天我们的北京演播室中也好像显得格外不一样了。看到我身后了吗？其实就摆放了从当地带来的当地匠人精心制作的鱼灯，拿过来一看也真的是活灵活现的，好像它究竟是哪一个品种的鱼，肉质感觉怎么样都能从鱼灯中窥见出来。实际上呢，这个里边包含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种鱼文化它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宁波地区有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大概7000到10000年以前，我们在这个考古发现中，如果能找到有渔猎的工具，有吃鱼吃贝壳剩下的骨头或壳，那就我们就得出结论，这个文明跟海洋发生联系了。实际上呢，找到了，不光有鱼骨头，还有那个海螺的壳。而且那种小贝壳呢，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大量的海螺壳它的尾端都有一个眼儿，通过这个眼儿能得到一个结论，怎么吃呢？嘬着吃，它肯定是用这种方法吃的。石浦渔港的古城之中能够随处可见这么浓厚的鱼文化，当地不愧是中国鱼文化之乡。从旅游的角度看看，风景各有各的美丽，但文化是长久的记忆。这地方可能山啊水啊，这个地形走势啊，可能有不同，可能都有值得我们去看的理由。但是，你把文化加入进去，可能就是在我的脑子中间就刻下来了，深刻的记忆。比如说，我想起鱼灯，想起那个一开一合的那个棒，那我就想起来，肯定是在我们象山的这个镇子上，在象山的石浦镇上，对不对？第二，刚注意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长久的流传下去，既需要政府的保护，更需要广大城乡居民的参与。我就看这里面蛮好，这里面就意味着非遗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只有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长久的活力。那随着旅游的这个进入，我想很多的游客会去体验，甚至是购买带回家做纪念。对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让它融入生活，
重新找到它当代的价值和功能，旅游就是一个最好的让它功能活化的路径。哎呦，太好了、其实这里在明清时期就是一个很繁荣的商业街，以前这儿好像也有称呼叫做小宁波呀、小上海呀等等。宁波地区就是最重要的贸易港口，特别是到了明代，这个朝贡贸易只有一个港口可以做、就是宁波，别的地方是做不了的。资料上记载呢，上百个国家的贸易船队统一的到宁波来停泊，地方就太繁荣了，全世界的商人就都来了。所以呢，到了明清时代开始呢，这个宁波周边地区，哎，特别是石浦以及相关一些港口呢、那就成为贸易的窗口了。而且我们知道，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它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和重要的起点就是宁波地区。从这块出发，我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把各种高级的货物就传向了世界。听完赵老师这么一说，原来当地的居民骨子里的经商之道是逐渐逐渐传到了今天。而且在咱们这个短片里面看过来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你看来到当地旅游还真的是咖啡厅、民宿、商业街，你想买到的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应有尽有，发展的还速度挺快的。这块呢，我倒是觉得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讲的这些街区它到底是保持什么样一个风貌，要不要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呢，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它一定是能够兼容传统并指向未来的。繁华不只为追忆啊。那么现在一代又一代人不可能是永远守着逝去的繁华过日子，那么随着更多的游客的到来，他看不一样的风景，尝不一样的美食的时候，他要需要一定的能够跟自己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的场景。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既含有过去的这个传统又能够看见未来的街景。真好。对，在这儿感受了这么浓郁的渔区文明，咱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出发，好像听说有一些美味在等着我们呢。来到坐落在渔港旁的小镇，海鲜肯定是不能错过的，不过在石浦镇绝不是一盘子海鲜端上桌这么简单，海鲜和面条才是当地男女老少挚爱的灵魂搭档。街上四处可见的海鲜面店，尤其是前面这一家，我老远就看着排起了长队，肯定能好吃。您是当地人是吧？我是当地人。这个海鲜面我一路上啊看到好多家店都有，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吃是吗？下山人是离不开这个海鲜的，所以对这个面特别有念想。因为我看刚才还有提着行李箱的旅客都有。有。我就是到这边来打卡这家网红。您是游客是吗？对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说这家就是特别好吃，然后就过来说打卡一定要吃一下这家店，就是说一定要来一下这家店吃一下。这样在这里可以说不吃海鲜面就等于没来过石浦，这是当地人最爱的一口，也是游客们来了一定要打卡的美食。这里的海鲜面馆大多都长得异常朴实，可往往都是当地人口中的老底子味道。老板，这个面咱们怎么点呀？面呢，我们有三鲜面到十八鲜面。这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十八鲜面我们就给你配十八种海鲜，三鲜面就我们给你配三种海鲜。那十八鲜面一碗能放得下吗？那不得用盆来装啊？可以放得下。虽然老板说十八鲜海鲜面已经是顶配了，但可挑选的海鲜可不止十八种。来到石浦的每一家海鲜面店里，你都能看到满满一排的海鲜放在一个个的小格子里，从三鲜、五鲜到十八鲜，你都可以自己挑选，随意搭配。而且在不同的季节，你还能尝到不一样的应季海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一是饭量小，二是呢我又想尝到各种各样的海鲜，六鲜面应该差不多了吧？啊，行。有没有什么是比较推荐的当地特色的？小黄鱼、鲳鱼、带鱼、鱼丸子、剥皮鱼，这是我们当地的鱼面，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这一定要吃的，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就是我们石浦有这个东西。那你下面条呢，用我们当地的咸菜虾配这个海鲜最好了。行，那这个也得来点儿。选完眼花缭乱的海鲜，你以为就点单成功了吗？在石浦吃完海鲜面，不仅海鲜讲究，面也讲究。
我们主食了有三种，你可以选择，一种是米面，一种是麦面，一种是年糕。最地道的就是我们当地的米面。啊，米面配咸菜配海鲜最好了。所以在当地这个海鲜面，除了你看这么多繁复的海鲜，连主食都会有三四种，当地最推荐的就是这个米面了。那我点一个这个米面加一个六鲜，我们就算是点单成功。啊，是。对海鲜极为严苛的食谱人，从来也只挑选最上等最新鲜的好货来煮面。鱼虾等海鲜做底，大火熬出鲜爽的白汤，调出鲜味之后，再将面放入锅中小火煮，加入少许盐和酱油，最后加入青菜，一碗石浦镇地道的海鲜面就出锅了。谢谢我的海鲜面，哇，有一种不知道从哪开始下筷子的感觉，一眼望上去全是各种的，像鱼虾、鱼丸、年糕，还有蛏子，能找到我的米面在哪儿吗？我们刚才点的六味海鲜，你看刚端过来的时候热气腾腾，你就能闻到那种海的味道。现在把这个面调起来，它里面这个海鲜，比如说虾的味道、马鲛鱼的味道，都会在里面融合了。我们来尝一下啊。嗯，我好像有点能理解为什么当地人在各种面当中最喜欢的是米面了。因为你看啊，我这一筷子挑起来，这个挂汁的汤水绝对能让你体会到当地这碗面的鲜在哪儿。我看您吃的也是这个米面。对对对，一般我们这边本地的喜欢吃这个雪菜跟米面。像你是当地人，以前吃这个海鲜面，你就最喜欢的就是加什么海鲜，或者吃什么样类的面？我个人喜欢梭子蟹，然后呢，小黄鱼啊，还有虾蝉。当地人还告诉我，他们吃海鲜面每天的配料都不一样，会根据当天渔民出海捞上来的海鲜来决定今天这碗面吃什么。除了这个米面海鲜之外啊，我好像这个是吗？老板说是你们一定会吃的啊。对，这个是我们食谱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叫鱼子面，然后算是我们食谱的一个特色美食。我吃它的感觉啊，说是鱼子面，但我们知道面咬起来的时候，它再筋道都是绵软的，但这个好像有点像吃豆皮豆干似的，特别有嚼劲儿，是吧？是的，是的，蛮好吃。哇，你们这是几鲜面呀？这是18鲜的顶配。我这个6鲜面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感叹我找不到我的米面了。这18鲜上来，我突然觉得我的好像逊色了很多呀。我看啊，你们比我多了有什么呢？蛤蜊、带鱼，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鱼胶，好像是他们这边当地的一个特色。我吃的这一碗啊，虽然说上来全是海鲜，看不见米面，但是18鲜的乐趣就在于你边吃的时候，你还能挖海鲜，就是翻一翻到底还有什么宝藏。所以大家如果是一个人来，或者是之前没吃过海鲜面，可以先点个4鲜、6鲜，像我这样的尝尝鲜。但是如果是小姐妹来，或者一家人都过来分享海鲜的话，点个12鲜、18鲜，基本就能把这个季节当地所有的海鲜尝个遍了。哇，这个海鲜面看的真的是垂涎欲滴呀！只吃面还是纯是吃海鲜呀？面在里面成了辅料，成了配角了，甚至还有18鲜面。当地朋友吃海鲜还真是认真的。这个感觉一开始就觉得它的顶配无非就是8鲜过海，结果没想到是18鲜过海。我觉得这发现过程都挺美好。实际上，在石浦镇呢，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饮食习惯，叫做海鲜16碗。就是不光是一个碗里有18种，而是呢这种类似的碗给你摆下16个大碗。所以石浦的民间谚语叫做女婿头天登门槛，丈母娘端出16碗。给他那个女婿一个人吃啊？一个人吃，仪式感满满，阵仗隆重。
就是说贵客登门或者是婚丧嫁娶重要的宴会，嗯，都要来这十六碗。十六这数字吉祥，吉祥，嗯，并且呢，当地人就发现，因为一年四季海鲜品种不一样嘛，嗯，所以根据春夏秋都不同的这个海产品，可以排出四季版的十六碗。哦，春季的、夏季的、秋季的、冬季的，保证你四季什么时候来，这十六碗都不一样。哎呦，这吃的太讲究了。这石浦渔港可是咱们国家的六大中心渔港之一，怪不得你看海鲜的种类这么多样，这么丰富呢。来吧，接着往下看，看看赛南还吃到了什么美味呢？刚才在吃海鲜面的时候，老板特意推荐了鱼滋面，但对于石浦人来说，鱼滋面可不仅仅是海鲜面里的一种配料，它更是逢年过节餐桌上一定会出现的一道菜，是婚宴上的头一碗。如果你来到石浦镇的时候，选择住在当地的海边民宿里，在饱览渔港风光的同时，也还可以跟着本地老板学做地道的石浦菜。今天我就走进当地一家特色民宿，跟随厨艺高超的林老板探寻这道奇妙的鱼滋面。今天吃到这个鱼滋面的时候就很好奇，这怎么面还有鱼香味儿？所以我就来学一学了。这些里面我觉得最瞩目的就是这条大鱼了，这是什么鱼？这条鱼叫马鲛鱼。马鲛鱼？对。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鱼滋面呀？马鲛鱼在我们象山石浦的话，就是一年四季产量比较高的。那然后呢，它的肉质特别鲜美。啊。鱼滋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用米面或麦面做的主食，而是用鱼肉和番薯粉做出的一道菜。马鲛鱼作为当地最常见的一种鱼类，是鱼滋面的主要配料。将鱼肉剁成鱼蓉，和番薯粉一起揉搓成面条的形状，这样切出来是不是真的就像面条一样了呢？这个就是我今天在海鲜面里吃到的鱼滋面，加上其他的配菜下锅翻炒，这才是鱼滋面最正宗的做法。今天跟你说的是马鲛鱼三吃，那刚才是鱼子面，嗯，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做一个是五香鱼丸。第三次呢，我把所有剩下的骨头、鱼皮、鱼头、鱼尾，全部做成一个鱼骨酱。当地吃鱼不仅一点不浪费，连骨头都能做成美味佳肴。当地人吃鱼讲究的是一点都不浪费，所以通常是一鱼多吃，整条鱼都能下肚。不仅吃鱼肉，连鱼头鱼骨都要用来做鱼骨酱。听名字可能以为是一种酱，其实是一道大菜。剩下的鱼肉部分就可以拿去团鱼丸。准备准备，开饭啦！忙活一顿后，林老板还邀请了民宿其他来玩的游客，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起品尝当地的专属风味。我今天只是冲着这一道鱼滋面的学习来的，那没想到帮着帮着忙，林老板就化身林大厨了。这么多全都是本地特色菜，虽然美食这么多，但我今天最在乎的就是我自己参与的了，这个鱼滋面。鱼滋面好吃吗？好吃，特别的润滑嫩鲜，你一定要过来尝一尝，你才会觉得说，哇，石浦人真的很会吃美食，很会吃海鲜。这是鱼的第一吃，咱们今天做了鱼的三吃，对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鱼丸，尝一下哈。嗯，好吃。什么味道？你说说。好吃的已经说不出口了。嗯。第三吃就是让我特别惊艳的鱼骨酱，这是酸甜口的，我还以为这个鱼骨酱就是像辣酱一样那种用来下饭的，但是它的口味更偏甜偏酸偏辣，好像更开胃一点。石浦人吃菜少不了一个钳子，轻轻的眯一下壳会吐出来的。好咸啊，我像喝了一口咸海水一样。我们吃惯了就是不咸，我看到这个泥螺我就想端起两碗饭来吃。所以对于当地来说，鱼骨酱不还不是最下饭的，这个泥螺才是最下饭的，是吧？对对。
紧挨着石浦渔港长大的本地人更是爱吃鲜，一个是鲜香，一个是吃到最后有辣味的辣螺啊，跟香螺。我尝一下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专用工具，吃海螺的专用工具，区别针啊。对，当地大家都是拿，你看回形针去挖螺吃的，是吧？对对对。这个就是在海边吃海鲜最原汁原味的代表了。在象山石浦镇，多重味蕾才是最奇妙的体验。品尝地道的石浦风味，最不能错过的竟然是臭。我现在迎着海风，除了闻到大海的咸味和面前所有海鲜的这种鲜味之外，还有一个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臭的菜是什么呢？堪比臭豆腐的味道。得一口吃哈。对，它有点那种酸酸的，和那种植物就是蔬菜吃到嘴巴里那种清清的感觉，清爽的感觉。这是什么菜啊？苋菜干。那这道菜其实我是从小吃到大的，因为以前呢家家户户都有缸在腌制的，那现在呢就基本上在饭店里面啊或者排档里面才能吃到这样菜。这有点属于就是带有童年记忆童年滤镜的一道菜了。对，如果你想拥抱大海的味道，同时还能尝尝一口特色的石浦菜，那来石浦绝对是一个绝妙的选择。好吃。今天我吃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石浦菜，顺便还学了几句石浦话，比如巧呗就是吃饭的意思。那我考考大家，吃藕呗是什么意思呢？好难啊，赛南又不让我们吃到这些美味，还出了一道听不懂的题，这什么意思呀？吃午饭。哦，好像有点像吃午饭。我从这个吃饭的流程人际关系角度讲，吃饭好好吃饭，吃完了就是吃好了吗？吃好了吗？问候语吧，问候语吧，问候语。对，我觉得好像有点像这个。哎呦，来吧，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讲的。吃藕为是什么意思啊？吃藕为的意思就是说吃整桌的下饭菜叫吃藕为。啊，都吃藕为，就都吃整桌的菜。吃所有的菜就是吃藕为，吃饭就是吃藕为。您答对了吗？这是吃菜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啊，这都是菜的意思。听明白了。看着赛南呀，在当地吃了这么一大桌子海鲜，真的是太羡慕了。不过你看，赛南给我们带回来了一些到了演播室品尝的当地特色宝贝。但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面露难色？因为他们三个的味道还真是很别致。来自咱们石浦镇的三件臭宝，都是哎呀，有着很浓郁的这个独特的臭味儿。咱们尝尝先。嗯，好啊，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哎，先吃肉后吃菜，所以先来这个。这个是醉泥螺。泥螺啊。泥螺本身的臭味还不是很严重，主要它还是挺鲜的，闻起来鲜哦，咸味儿。天哪！啊，好咸呐！这何止是喝了一口海水啊，这是喝了一口海水浓缩的最精华的那个盐，好像走到那个盐厂盐田里了。再尝尝这个冬瓜。酸臭酸臭的，酸臭咸。哎呦，这个咸度不亚于醉泥螺，这些其实都有点像咸菜，是不是？配着一碗米饭吃才是最地道的。人家跟我说一个童谣啊，臭冬瓜顶呱呱，又酸又臭赛脚丫。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们三个人今天在演播室面前有三个大臭宝，但是其实面不改色。那是因为咱们三位所在的老家其实还挺能吃臭的。对，我家里面比如说东北的臭大酱，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蘸那个葱啊，蘸那小萝卜苗啊，萝卜缨蘸酱菜。戴院长家里更是有一道最有名的了。安徽的呢，最经典的这个徽菜里面有一个叫臭鳜鱼。
还有这个毛豆腐，对对啊，那也是属于臭宝中的品牌。我们这个地方呢，承德嘛，这边是东北，这边是京津，臭大酱也吃，北京的臭豆腐也吃，但是我们那儿开发出了新的吃法，就是臭豆腐汤泡热面条，热挂面下锅煮，热气腾腾的出来，搁臭汤里一搁，热气啊带着臭味儿的，立刻弥漫到整个屋里边。在早晨吃，吃完了整个人都精神了，你也不困了，你也不累了，你也不冷了。不过你周围就没朋友了。咱们今天面前的这三个呀，也算是地道正宗的永邦菜中的三个比较特色的典型了。永邦菜啊，其实就是宁波菜，它讲究咸。鲜臭，那咸的话呢是跟它的当地的海鲜有关，鱼多虾多，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多，多了丰收了以后怎么办，我就要把它腌制起来，那不然不就浪费了吗？所以大家看这个宁波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叫三鲍鲜响鱼，三鲍，鲍是什么，鲍就是把一个鱼啊正反面都涂上盐，然后进行腌制，之所以用盐，还有一个是当地产盐，有些地方这个盐非常宝贵，你舍不得这么去涂啊。对，所以这里面它既产鱼又产鲜，靠水吃水了。第二，鲜呢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地方是产海鲜的地方，既有大海鲜也有小海鲜，你甚至到海边去赶海，你找到很多的小海鲜，我们就会发现食材是以就近为主，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是臭这个问题呢，从本草纲目啊或者从医学上去讲，需要解决这个当地比较潮湿啊，或者去补足一些东西，当然这个前提是大家能接受为前提。对，听完戴院长讲了永邦菜的一些来历啊，我相信还没有来到过宁波的朋友可能现在会对永邦菜到底是什么味道特别好奇。其实如果您没机会来，可以在一些文学文字中找到端倪。汪曾祺先生他在写的这个臭味的时候，他就说嘛，这个宁波的这个菜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苋菜杆臭的，他就认为这个苋菜杆才是宁波菜的精华，而且他做了个比喻啊，说你看这苋菜杆怎么吃呢，你蒸熟了端上桌来以后啊，夹起一个，外皮是硬的不要吃，擒住那个边儿，吮吸一下，嘬里边那个汤，精华的东西汤汤水水就进入你的嘴，那个感觉就像吃果冻一样，你就想象不出来，你就想吧，臭豆腐做的一个果冻，咕噜一下就进嘴了，哎，他写的特别生动。听完赵老师讲到的这些文字记录啊，哎呦，看来或许大伙爱吃臭是刻在咱们基因里的一种习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来到这里，就叫上你身边能够挑战臭味的朋友，咱们一起吃遍食谱镇。今天我们在食谱镇的旅程即将接近尾声了，也想再问问二位，觉得我们玩得如何呢？这地方首先去看看那些街区，最好去跟大家一起跳个那个鱼灯舞，然后买一个鱼灯回家，做摆在自己的家里面，也做一个美好的记忆。当然也多多尝尝当地的美食。太好了。张老师呢，我们来一个地方旅游呢，脚走一走，眼看一看，嘴尝一尝，手摸一摸，鼻子闻一闻，除了这些感官的享受呢，更多的是我们启动心灵去感受当地的风俗文化，感受当地传统当中那些特别美好闪光的东西。今天呀，咱们共同来到了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石浦镇，在石浦渔港的老城中感受到了浓厚的渔区文化，又尝了一口地道的永邦菜，期待朋友们可以背起行囊亲自来这里旅行打卡。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正大综艺，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朋友们再见。